穿那边。不行、啊。这好慢，你看我们坐那个是，哦、就只有一根杆。我还没有，我站在那儿走。我把那个穿在那边，他们冰凳儿，冰凳儿啦，我把拿给他们大尿的，我好恶心啊。我还没说过，还没耳朵里开始在耳鸣的那种感觉，一亮就叫聋聋聋的那种。对大家，哦，好恶心，越来越高了。再戴一下哦。我的耳朵就是聋了已经。来看雪嘞，来看看雪嘞，哦好，哇好晕啊，发开音了哦。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，这边的雪好薄呀，高原反应，它有点高了，哦，有点晕。这是哪里？我忘记了，晚点改吧。师傅，你死不死小鱼啊？也没有，写的手机今天跟我妈的一样。啊？爸爸回来带你几哈。平时都有把那门学走不能，我刚还说，妹妹看雪，我刚还说。我刚才说，我跟草王 PK， 谁输了谁从楼下，谁从山顶走上来，谁赢了才能坐缆车。结果他们说没有地方能坐。这些人怎么停在这里了？好惨呀！他们不会坏了吧？啊？哇，我的妈呀！那四个车停住了。你啥子一般？两个。我去，好久了。何黑姐不应该直升机上山吗？哎呀，上山了。你们死不死啊？我那要龙虾。你们死不死啊？你是一女的嘞？我那就吃饭了。奶奶，一个超火，我坐下去，我走上来。卡了。一个超火。你嘞？一个超火，我走下去。你都不看我。一个超火，我走上来。我，你看，这有路。哎呀，我这有路，听不到了。有路。我耳朵听不到了。你看这路啊。嗯，但是好多雪，没得人走的，你看。嗯，他也晕了。哇，我的耳朵受不了了，我耳朵懵了。别哭，还要走不下去。坐飞机那种。你刹个超火，刹个超火，你看我能不能下去？我们带你去老底山啊。哎呦妈呀！我天，这个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呀？那心疼，别心疼我啊，小破菜，不需要心疼我哥哥，尽情的蹂躏我，好哥。今天的就很，今天的就很短。我前面买好吃的，买了好多好吃的。哪个喊你要多年哇？真的。嗯。耳朵麻了。我要喊你。在哭啊？完了。你自己干的事情，个人收场。你自己干的事，你跟赵哥干收场。杨姐。想不想看有鱼？那你到时候过年回来。我带你去，我带你去爬另一个山哈。我爬起。哇，你真是猪子。我说我带来去耍，带来去整我的。好恶心啊！他到上面了。哎呦，那么高！哪里烫的烧？不烧呀。你说妈妈回来给他买好吃的。买好吃的哈。不冷，我都出汗了，身上是不是？